贤平时经常健身，今年81岁的他还保留一副好身材，平时经常墨镜皮衣，酷劲十足。不过最近他一直透露和儿子谢霆锋的关系有点生疏，在前几期节目中就曾表示和子女不熟。这次节目中，谢贤在老乡家做客时，无意中发现老乡家贴着的谢霆锋旧海报，海报上的谢霆锋还是十几年前的青春形象。谢贤见到的第一反应就是直呼跟他不熟，但后面却感慨那时的谢霆锋多年轻，还笑侃谢霆锋现在比他老。为了上传统礼仪课，谢贤和张双立齐齐换上汉服，两人携手出场时，赫然是两个古代老帅哥，生生把汉服穿出了时尚感。四位汉服爷爷站在一起，简直化身古装四大才爷。